夏天来了，这几天真是酷暑难当。炎炎夏日最解暑、最舒爽，当然是各式各样的冰淇淋了。但是很多冰淇淋虽然美味，热量却是高到爆炸。就拿我家小姚最喜欢的巧克力冰淇淋来举例，100克热量竟然高达313大卡，这热量简直比炸鸡还高得多得多。吃一只得跳多久刘畊宏同款健身操才能消除罪恶感？不过也不是所有冰淇淋都这么高。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吃、便宜还低卡冰淇淋，让你这个夏天实现冰淇淋自由。答应我，偷偷点赞收藏，绝死男神减肥的闺蜜。第一支蒙牛绿色心情，88卡，3块钱。浓的绿豆香味，一口下去满是小时候的回忆。低糖低卡的配方，十年如一日，价格奶香浓郁，消暑必备。第二支老冰棍，35卡，1块钱，甜滋滋的糖水冰棍，热量极低，就像夏天最甜的一阵风。第三支伊利冰工厂系列，62卡，2块5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蜜桃口味。这个系列还有山楂、蓝莓、菠萝、草莓等等口味，热量还没有半个苹果多。一口咬下去，甜丝的水果夹心，加上冰脆外壳，直接一个透心凉，别提多爽。第四支小布丁，85卡，1块钱，奶香浓郁的布丁雪糕，口感绵密，咬上一口还能拉丝儿，喜欢奶油味重的小孩极力推荐。好了，今天推荐这些好吃、便宜还低卡的冰淇淋，有你爱吃的吗？赶紧在评论区留下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吧。最后，我还给大家整理了上百种冰淇淋的热量表，想吃却不敢吃的小伙伴都点燃收藏了吗？你男朋友不做笔记，我来帮你做。